本节目由唯品会冠名播出，唯品会都是好牌子，天天有三折。冬季衣橱必备羊羔绒大衣，我在唯品会买了好几件哦，怎么穿都好看，买衣服就上唯品会哦，都是好牌子，天天有三折。本节目由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的伊利金领冠首席赞助播出。有奥妙不怕脏，除菌除螨无残留。本节目由奥妙植物酵素洗衣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带上抖音去旅行，美好生活乐不停。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大家好，这里是由唯品会冠名播出的夫妻治愈观察真人秀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本节目由妻子们都爱逛的唯品会冠名播出，唯品会都是好牌子，天天有三折。本节目由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的伊利金领冠首席赞助播出。有奥妙不怕脏，除菌除螨无残留。本节目由奥妙植物酵素洗衣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拍就去哪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带上抖音去旅行，美好生活乐不停。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每天不到六元钱，语数外轻松学一年。本节目由学而思轻课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的优乐美奶茶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艾，在这里欢迎各位老公。在这一期里头，我们妻子们又会碰到什么样子的好玩的事情呢？又会说老公们些什么坏话呢？我好期待，来吧，赶紧看吧。You came in from the other side, took your time, made me feel alive. Why'd you let me go? You never tried.这海边跑步真太爽了。今天李娜姐也没跑啊，应该在机器上吧。哦，哎呦，进化了，121斤，他怎么可能121斤？不可能。我的妈呀！真的假的？过了速度了。对啊，对，他终于有这样一次，太好了！太好了！那今天他应该就很轻松了。我行，我看一下。行啊，现在穿每一个都行啊。好。眼睛，对啊，二点。我眼睛肿得搞笑。
了。我下来。昨天娜娜是不是拿金领冠的奶粉做了一个冰棍啊？我尝一下。哎，我还真的没有见过用奶粉做冰棍儿，哎，挺香的呀，挺好吃的哎。我回去拿这个奶粉，给我家大宝、二宝也做一个，别告诉他们我吃了啊。我先吃一个。金领冠珍护专注中国宝宝母乳研究17年，宝宝喝了既营养又好吸收，真的特别的好。我请了那个泰国的御厨，哎，待会儿马上过来学一道菜。看来我们只能吃叫花鸡了。哎，还同款，这俩太逗。其实我还挺想做这个糯米饭，就小朋友特别爱吃。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菜单，你可以放心大胆的选两个。你学会了，知道先问客户和对方的需求。然后学不学那就是我的事。来了，老师来了。萨瓦迪卡，萨瓦迪卡，一定要教会我们啊。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ชื่อนัทโชคครับผมเป็นเชฟใหญ่อยู่บันดาลารีสอร์ทแอนด์สปาครับเกาะสมุยครับแล้วก็เป็นไทยท็อปเชฟ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กับเป็นเชฟราชา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รับว้าว真的很厉害啊，给他们安排的特别的好。对。我们先每个人选一个最有兴趣的菜吧。我有炒空心菜嘛，吃的比较多。我学泰式木瓜沙拉，泰式青咖喱鸡和椰奶煮鸡肉，帕泰和那个咖喱鸡。我了，想学那个咖喱炒蟹肉。接下来就是开始做自己的，然后老师来辅导。开始做了。他好专业啊，还要先尝。他饿了。他怎么一直在吃？我这边我要开始做我一些原创的菜品了啊。太喜欢料理了，又可以啊，果然是做家务的男人啊。来吧，上菜。哇，太棒了，大声好手艺。大勋，你女朋友以后得多幸福呀。好了，哟，不错啊。好喜欢今天的安排啊。Good. 哇，很开心啊。所以看，香，好香啊！我终于可以帮我老公做一点点事情。他为了我做很多事情，但是我常常都没有为他做一件好的。哇，你回去炒这个，他绝对会哭的。吃了这个，哎呀，哪就好啊！不错，好吃啊！这个太感动了。我们今天中午就来吃我们自己做的。对。
我很开心，我终于可以学到一道菜是完完整整，而且他是真的真心的喜欢吃的一个泰国咖喱炒螃蟹。哇，今天我煮一道我没有纪念价值的一道菜送给他，耶！但是我先吃。江山，这是你点的餐哦。哇！但是下次你再点餐的时候，可能我们家餐厅就没有这道菜了。走，可以了，吃了，就好了。看着很有样嘛，感觉还是很丰富啦。真的看着很有样。不错不错。尝尝尝尝尝尝。还有豆干啊。好吃啊。真的吗？嗯，好吃。哎，真的不错。哎，这个好吃。哎，你尝尝这个。好吃。哎，真的不错。真的是泰国的那种味道，是不是？给大勋尝一下。哎，好吃。原来你们每个人都是做饭的奇才，做饭的奇才。我都不忍心吃这个了，我想让你留回去给你老公吃。哎，我帮他老公吃。嗨。哇，那我们自己亲手做的一餐饭，真的太酷了。Cheers。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最后的一顿饭吧。昨天我跟千桦在床上，我们俩聊天笑惨了，说：“嘿，我们这几个女的遇在一起，特别像华山论剑。”我们想，我说娜姐还是那个一菲姐呢，就是两个人是一直在就是互相上下。她说好，正在比赛那个功夫的时候，突然希尔跳出来，化骨绵掌。那我跟他是掌门，可能是那个护法，然后我是从地狱来的那个大师，你就是徒弟，跟着师傅来了。师傅带着徒弟，就是轻功飞过来，说我们是最厉害，一看。好吃了！你说到你那个惊喜，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啊。我老公今年是40岁生日嘛，我们去一个餐厅去吃饭，突然他推着一个车出来，拿个小小的电脑的屏幕，有点破破的，然后他突然按下去。原来他希望可以在他生日的那一天，过了我们结婚10周年的那个，他做了很久的一个视频给我看。对对对，好用心啊。然后他是希望可以纪念我们10年好不容易走过嘛，所以这个我是挺感动的。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好幸运，唔系今年啊，系我今生好幸运，可以有机会令到我身边我最中意嗰个女人喺度笑，系我一个幸福嚟嘅，多谢你。想跟千桦说的吗？我觉得我今年我们都一起结婚10周年嘛，这10年来我觉得开心的东西当然有很多很多，
那中间肯定有时候会大家也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这十年如果有什么哪里做得不好的话，我会在未来的100年做得更加好。我希望以后到老的时候还是我们两个会陪着对方，孩子大了他有他自己的家庭，不要怕，我在你旁边的。你们两个刚刚在一起的时候还问题是那个时候还是秘密恋爱的吗？对啊，地下情嘛，地下有经验，我地下情。那香港狗仔那么厉害，你怎么躲呢？我这样子讲出来就那个办法就公开了。我记得有一次他妈妈生日，然后他想我们一起去庆祝，我自己戴个假发，戴眼镜，装那个林亚生，然后他练胡子，然后长头发，就是后妈里的那种，然后一起走在街上，没有人发现，这挺有满足感，很好玩那次。你们最开始也没公开吗？对不对？那怎么解决那个约会的那个问题？我们俩刚在一块儿的第三天就被拍着了。第三天。那标题起的不是很好吗？那标题写的是霍建贤小男友。然后我就怕他自尊心啊，就是别到时候觉得就不好听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他聊聊这个事儿，不能说装没看见装没听到。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会看到这样的标题会不开心吗？然后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但是你就不能写携手吗？非说携，我是他一包吗？顾江后来跟我说，我不知道他开不开玩笑，他就觉得以为我是跟他玩玩。我说嗯，哇，这都说，哇，这疯了。关键他身边好像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我告诉你啊，霍思燕可不简单，你可要小心一点他。不简单就不能谈恋爱，就不能找爱人。后来他跟我接触，他说我不觉得你不简单，就觉得挺简单的呀。我说对，我说我是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人，不过也不重要，没关系的。哎呦，那段时间得扯了一个多月吧。嗯，我憋不了，确定这种关系我不可能憋一个多月。看不看得上我们你就说呗。你这样不容易给人吓跑吗？真的，当时我觉得是吓到他了，因为他没有见过这么直接的女生。因为那会儿他算是新人了，然后我呢就是他觉得是已经是大家都认识的主持人，所以他觉得是不是这样不太好，他会很犹豫，所以就是我一直在追到这儿追到那儿。哇，好，在哪儿工作我追到哪儿。非常刚，其实挺好的，主动的表达自己的想法特别好。后来杜江有就是跟燕燕在一起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标题让你印象深刻的吗？哎，太多了。比如呢？小白脸啊，吃软饭的呀。真的假的？对啊，这太正常了。我觉得但凡一个事业刚起步的男演员和一个比较成功的女性在一起谈恋爱，经常会这样形容吧，我觉得倒也没什么。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不是针对我，就是换了是谁他们都会这么写的。对，就是其实这个公众人物谈恋爱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特别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没有那么确认的时候，如果一下就被曝光了的话，就给双方的压力会很大，有的时候会有点尴尬吧。所以
真的这个特别是感情的事情，如果大家能够给予一点，虽然是公众人物哈，但是如果能够给予一点点空间的话，其实是更好的事情哈。哎，我那会儿跟我老公，就是一开始他也不说谈恋爱，我也不说谈恋爱，俩人就跟朋友老出去吃什么饭呀。我真的，我后来就不高兴了。我一女朋友给我出主意，朋友圈全删了。我说好，当时我就生气全删了。但是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顶到早上七点多，就觉得我会不会就为此失去他了。等到一个星期，突然我们家门铃响了，他一出现我面前，我眼睛一亮，他说：“那你，他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完了，他是肯定想跟我说，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啊，或者什么什么。”我整个人都像抽了筋、扒了皮一样的难过，靠在那椅子上。他一抬眼看着我说：“我爱上你了。”哇！啊，这个好甜蜜哦！啊！我现在特别害怕他们吃饭，真的，老底儿都扒光了，完全不是在吃饭。啊！所以说他真的真心爱你，才会用一个礼拜想清楚。其实分开一下，他要想清楚，会大家都能想清楚。对。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啊吵架怎么凶，有两个字真的不能讲，一个是分手，一个是离婚，两个字一说了没回头的。我经常说，就是那天非常愤怒，我跟金山说我很愤怒，我说离婚。他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件事情，你去找我的律师。我的律师叫江山，然后他把他自己电话号码报了一遍。马上不生气了。哇，电影啊，哇，很厉害。哇，我觉得江山其实很聪明，经常能特别幽默的化解他的愤怒啊。”他特别适合你，他真的，他肯定不是最好的，但是他最适合。他真的适合。你这要是换成凌潇肃，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婚？怎么了？就是这种硬刚的，你知道吗？他这个就很聪明，就跟画骨绵掌一样，就把你这个火给。对，这才是画骨绵掌的最高境界。对，这特别好，你知道吗？就省得两个人起冲突嘛。对。刚才娜姐有提到她跟你说离婚的事情，她提这种事情。的情况多吗？有，经常有，经常有。夫妻不打打闹闹，那哪叫夫妻啊？是不是？他说的那个比喻，我确实说过。或者还他有时候又说离婚，我就说，哇，你有那么多包，你有那么多包，你还分我一半，你不会心疼吗？我真的是，这个厉害，我。绝对听到这个，戏就最起码80%被卸掉了，剩下那20%就也不好意思再说出来了。真的，我跟你说，真的，这世界上一物降一物，真的，李娜就是江山降着的了，没什么可说的了。哎呦，潇肃，大飞姐跟你吵架什么的，你就跟他理论是吗？说道理。他有时候，我现在想想，可能就跟李娜一样，就属于是。暴脾气，他也经常跟我说离婚，经常提，我那就特认真。他说你，我告诉你，明天早上民政局见，门口见，8点啊。我说行，谁不去谁小狗。你看我就说这话，那怎么下台呢？这事要怎么圆呢？后面，老婆，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你躺下，你躺下，我给你按一下，给你按一下就好了。啊，那倒是，啊，有道理，有道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收拾东西了。哇，这些弄得也太脏了吧，这个围裙都是油。哎，还好我手上有奥妙洗衣凝珠，它这个三效合一，不但能够洗净污渍，还能够除菌除螨除一半，真的很棒哦。我去洗衣服去了。
轻松一抛搞定。有奥妙不怕脏。那孙燕走了，一个都舍不得落下。哎呀，徒儿，刚好放在你那个编织袋里。是啥呀？零食。拜拜，拜拜，秀儿。哇，泰国结束了。得亏检查了一下，我的牛仔裤落在柜子里了。嗨，啊，要土耳其好好买点，到时候给我买点好吃的呀，穿的呀，吃的，我到时候把这些都po在我的账号上，每个账号都po点。你有泡泡群吗？帮我穿婚纱的。哦，哎，这个就行，这样就行。对呀，啊，我刚刚那个跟你说的那个，背景这样也行。我们去买花，帮你弄一个背景，拍下来。他们还在聊婚纱的事情。那个花门。离登机还有一会儿呢，要不要我们买点吃的呀？待会儿坐10个小时呢。等我一下，我正在刷，看能不能在唯品会上找到刚才那件衣服呢。哦，刚才那家店里的。对呀，啊，我特别喜欢那件。唯品会里面有。哎，你看这个牌子还打折呢。可以可以，商场有的，唯品会上面好多都有呢。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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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省事儿呢，省得我自个儿弄回去啊，是不是？快递家里了。对呀，啊，表示一下呀。我吃点东西，吃啥？走，我的女人。早晨5点，哇，我。到，拿出来。哎，行李出来了，出来了，这是谁的？这个是不是？这是我的。是吧？不是，不是这个。对，谢谢，谢谢。都有点懵。耶耶，我们来到土耳其，心里很开心。这是谢娜真的我很佩服的地方，那永远充了电一样。哎，你这挺范儿的，有点炸街的意思，是吧？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耶耶，我们来到土耳其，心里很开心。今天那个什么，先睡一觉。哟哟哟！放那里吧，可以走了，走了 ，Go。要不走出炸街的感觉吗？那种是。我们住在一个牧场，田园生活，我还挺期待的。哇哦。牧场会不会很冷？各自做实验，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喜欢的时候就什么什么的，快乐2000年。什么不喜欢的时候什么的，交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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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Hello， 欢迎。好，谢谢。我叫奥斯曼。奥斯曼，你好。欢迎到土耳其。奥斯曼，你好。你好。
很漂亮。第一次来土耳其吗？对。啊，挺好，挺好。他是我们的团长。我知道，垃圾，我认识他。啊，认识他。那是我呀。在一个节目里面认识的。哇，哪个节目？你们会看我哪个节目？披着浪漫的旅行。我每天都看。披着浪漫旅行。你们都没来过土耳其吗？李娜来过。打比赛。来过三年，三次。离开我，你会遇见更好的人。我好想看一下亮了之后的土耳其啥样子，现在还黑着呢。哇，很漂亮。哇，好漂亮。因为离我们太遥远了，文化也差异太大，所以那种感觉就特别神秘。土耳其不是最浪漫的吗？浪漫的土耳其啊。哇，这个住的地方很厉害呀。哇，对，天哪，我们到庄园了。哇，石头屋子还挺有意思。哎呦，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哇，石头屋子好美啊。哇，这么棒。哇，看彩色玻璃呀、啊、这种彩色玻璃是老的。娘们真好，真值得。是不是很喜欢这个庄园？非常喜欢，坐两个小时我都愿意来。我先下去。真的好看，真的好看，好看。李阳素，好美啊！李阳素，你看，这个房子特别美，像一个石头城堡一样，你看，好看，一点都不夸张。哇哦，这里还有花。哇哇，这个地方是美翻了。故障，故障。而且能感觉到气温特别舒服。对，哇，非常美，哇，非常美。哇，进去吧，进去吧，好期待，里面应该很漂亮。哇哇哇哇，哇，里边也漂亮了。哇，太棒了吧，就很神秘，很异域风情啊，全是石头，石头屋子。我特别喜欢古董家具。哇，美吗？我们别走了，这儿这么美。还会去吗？湖州交朋友呀。哇，你这个饼啊呀、oh, How beautiful I believe 呀，周漂亮，真的扎气，唱起歌了都。哦哦，大家就这样围圈住的。哎，你看他的房间是那种弧形的哈、啊，跟我们中国人讲究正正方方的不一样。对，从来都不敢相信大碗能让你开心，碗又大又圆，这碗大千万遍不行。老婆先洗澡是不是有意思？洗澡了。我先在这儿先借蹭一下吧。哎呀，又是黄的，跟我好配套。Hello， 友好的点一下头嘛。啊，这个门是打得开的吗？不打开吗？跟谁连在一起啊？跟李娜姐吗？我就把它放这。什么时候吃饭呢？现在，现在走。走了，各位团友 ，Go。哎，要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啊？我正在纠结呢，我是穿这件还穿这件，因为这件上身也挺好看的。是吗？我帮你试一下。
我感觉你要帮我试了就没了。我跟你说，我要穿的好看，到时候就没有你的了。哎，还可以，真的，可以是吧？挺好看的。哎，这是你上次在唯品会上买的吗？对呀、啊，这个牌子我买了好几身。行啊，那你这个先借给我，先加加凉，好吧？你怎么能跟武汉女人这么聊天？什么叫借给你？这一件送给你了，是不是？然后我再上唯品会，我再买一件，我们俩穿一模一样的 twins， 敞亮，走走。娜姐，娜姐，今年冬天你喜欢穿什么样的外套呀？当然是我身上这种羊羔绒大衣啦。你要选帅气的话呢，你可以选这个比较短款一点的哦。那唯品会上买哦，价格最划算。你们可以到唯品会上搜七子就能买到同款了，都是好牌子，天天有三折。Go， 我们可以出发。还真有点饿了呢，饿了，去吃烤羊肉喽。哇。这么快又去吃了？要去吃了，又去吃了。看他的泳池是颗爱心。好好看，好漂亮！哇，这个城市，这是唱土耳其的。你看，那裙子好瘦。它真的有时差。来了，已经到了。土耳其，我看行。我带你来土耳其，你有没有感到很惊喜？我们一起去逛街，你的心里。然后呢？每天爱你多一些。真生硬啊！我带你去逛街，每天爱你多一些。快到了是吧？到了。饿了，饿了，饿了，就是这家餐厅哦。这是奥斯曼帝国风格的一个餐厅。哦。上衣服呢？都是。Hello。哇，这很美呀，这。这也沙发也很好看呀。土耳其说你好怎么说啊 ？Merhaba。Merhaba。对。Merhaba。Merhaba。Merhaba。对。Here？ 啊！哇！你看，坐这儿就是帮我拍照。来一下啊，一二三。哎，好看，再拍一个慢一点的。哎，有点慢哦，我突然好喜欢。阳光好看啊，好看啊，这张。哎呀，他们会说中文吗？怎么点菜呀？完全看图吗？可以看看吗？没好吧，没好吧，没好吧。好，哇，烤肉比较多，各种烧烤啊，对吧？你们这里最著名的好吃的是什么？这个调人家就能听懂。你们这里最著名的好吃的是什么？完全听不懂，太好了。我听懂了。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It's your favorite. Which one has the pork? You like this? Yeah. Okay, I trust you. 真好吃哎，嗯，好多肉啊，全是肉。对，牛羊肉。哇，饿了，饿了，饿了。啊。哦，这个烧烤一看。Yeah, lamb, chicken, beef. Why not shoulder? 嗯，
好粗嫩哦，好脆哦，嗯，哇，好吃，嗯，好吃啊，我应该会吃啥吧？我觉得比起泰国，我更适合住在土耳其。嗯，牛肉好好吃，好吃爆了，好吃爆了。好吃爆了！放烟花了！你表示抗议是不是？没有没有，他觉得气氛不够热烈。我刚才只是做了个梦。Is the name Iran? Iran. Yogurt and water. We mix it and a little salt. 酸奶里面加盐了，还可以，还挺特别的。Now, this kind of food, especially from Cappadocia. 哇，这什么哇？火焰山吗？是刚才说的那个瓦罐羊肉吧？对，瓦罐羊肉。They put the meat, vegetable inside. Yeah. Close the cover by bread to put the beaker. Like 15 minutes cooking on the beaker. Wow. Now I will make special show for you. Are you ready? No, no, no. Yeah. 哇！哇哇哇！哇！这它带点表演性质的。哇哇哇！哇！好漂亮啊！哇，它怎样？这不就是咱们中国的叫花鸡吗？打破它。哎，其实是就是羊肉在里面。要打碎的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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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流汁儿啊，有汁儿。流出来了。油吗？油汁是吧？油汁儿。哇，真的碎了。It's already broken. 哦。哇，好香啊！哎呦，这林跳素肯定在那看着苹果了，是不是？淌口水。对对对。这个也太棒了！尝一尝到底是什么味道？羊肉是吧？嗯，好嫩哦！看，你就看那个肉，你就知道嫩。过分了，过分了啊！真的好嫩啊！哎，你说不在吃饭的时候看这个节目，真的是太痛苦了，你知道吧？尽情享受美食吧，姑娘们。小霍老师马上又要胖回来了，再这样吃下去 ，amazing， very good， 没有一点散发出去 ，unbelievable， amazing， perfect， 所有的好词语说 ，I am very happy to you like it， yeah， 土耳其太胖了，哇哇哇！哎呀！哇，厉害！哇，漂亮的姑娘来了，好漂亮啊！哇，啊，真是漂亮！哇，这是真是够漂亮的。这是肚皮舞，好漂亮啊！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啊！这个肚皮舞有一个来历，就是他们这边的一个女子想要就是求孩子，她一直没有宝宝，然后她就在神前面祈求有一个宝宝，突然
他就不自觉地开始跳起了这个舞，就是因为一种神秘的力量，他就开始跳这个舞。跳完以后，后来他就怀孕了。啊！秀完了，美女们又来了。大勋来了来了，来找我们来了。哎呀，真好。Hello。燕燕当时正在和我视频。Thank you。啊。How are you? How do you feel? Yeah, that was so beautiful. 哎，老公，看看美女啊，好多美女啊。哇，你好开心啊！浙江眼睛大哥。啊，这个怎么样 ？Hi, how are you? Hi。亲你呢，亲你呢，你笑就笑嘛，捂什么嘴啊？当时正赶飞机呢，然后给他发一个视频，突然出来一大堆外国美女，吓我一大跳。Would you like to learn some? Would you like to learn some? This guy. Yeah, the guy.No, I don't like dance. I don't dance. I dance 不 OK. 不 OK. I dance 不 OK. 姐姐们学一下吧。凭什么让你坐在这儿？我要去跳，你去跳，你去跳。大师来一个，大师来一个，大师来一个。不用现在，你不用。我跟你说，大师来一个。上厕所去了。你穿上那个衣服来一个，快快快！这是姐姐们对你的这个。我穿上那套衣服来一个。不可能，这触碰我底线了，不行。哇！哈哈哈哈哈！哪有什么底线？围上转，走，围上转，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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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拍了，拍了，拍了！高兴，高兴了，高兴了，高兴了，跳高兴了，跳美了，跳美了！投降，投降了，投降了！不可能，这触碰我底线了，不行！
买单，1038是多少钱？要小费吗？1038，要哥的，那就是1111，1得1，1212，就搁1100算了，1100，嗯，我今天当了会计了。Thank you so much.他们的头饰好漂亮啊，我也想试一下。抖音里好像有这个呀，我试一下吧。好了，哇，这个好好玩哎！哎，这个好漂亮哎！你们也可以下载一个抖音玩玩看，玩玩看。欧了。刚才那个舞他们跳得很开心，我们棚里头也不能总是坐着，对不对？也得站起来活动活动，是不是？对吧？他们跳得那么开心，我们也应该。刷起来。我们这个老公团里头有一个好像是学过肚皮舞的哈。啊，丁商，我没有学过，我怎么会学过肚皮舞？有一次我们参加比赛，然后叫我们5分钟之内要学好，然后跳这样子啊，那就学过吗？就这样都学过了，最起码学过，我连看都没看过，今天是第一次看。来，每个人报一个颜色。No。喜欢什么颜色？哦，这已经触碰到我们底线了，还是要出去。你黄色可不可以？我黄色 OK。黄色、蓝色、紫色吧，好不好？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紫色？因为我们有紫色。这怎么装死？哎，那一位，干嘛的？装睡。那一位，不要假装，给你个红色，醒一醒神。不得有个人得打个板吧？那肯定是学过的这一位啊。什么学过？来，我们请丁子高先生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丁氏肚皮舞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先学习一下，待会你们要依次展示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学出来啊！来，我们掌声送给丁子高先生。好，看好 ，OK， 一、二，白牙，白牙，哇，哇，哇，哎呀，哎呀，被他学完了，我不想跳了。好，接下来各位妻子的浪漫的旅行，老公们的汇报演出，现在开始。我们先有请江山先生，总是要来的，总是要来，来来来来，好，加油。哇哇，厉害！哇，厉害！啊哇，厉害 ！OK 吗？可以，掌声送给江山先生。
来，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杜江老师。表情，表情，表情，走起来，走起来。请凌潇肃先生。有。哎，你这跳成屁股舞了，跳舞。实在不行了，掉了，实在不行。山哥，你跳的真的不错。我怎么跳的不？山哥跳着跳着有一丝享受。对，不，最主要他的表情特别在状态，你知道吧？我没敢看，主要是。这是对的，主要是不敢看。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一段应该是特别的开心，一天的这个疲累都会被你们四位的舞蹈给洗得干干净净的，觉得人间值得。来吧，我们接下来看看妻子们都参与些什么好玩呢。这边来，这边走，这边走。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圣索菲亚大教堂，走。烤玉米啊，我要吃玉米。好板栗耶，我没吃过。哇，娜娜，娜娜，那个好吃。哇哇哇，这个我特别想吃。哎，哔哩哔哩哔哩，这是真正的土耳其冰淇淋，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到了，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世界七大奇迹之最美的教堂。啊，玩这个啊。哦，哇漂亮。嗯，非常好。我想去。哇，真好看这地儿。伊斯坦布尔就是大理石很出名的，所以这些大理石都很漂亮。哇哦，这个太漂亮了，我喜欢这些大理石的花纹。就是这个哦，就是大穹顶离地55米高，却没有任何的柱子支撑。哇，这太漂亮了，设计很厉害。你说现在肯定很难想到说这么高的不用柱子的啊，就是人类的智慧哈。哎，这个灯我好喜欢哦，这种感觉啊。它的整个调子都让你很舒服，是很安静，是这个氛围是很古朴的，宁静的。哎，这个灯的感觉就像天上的云，给你挂在了这里哈。是啊，你看那个紫色的彩色玻璃，好漂亮啊！对，好漂亮哎。这个柱子，就站在这里。拉娜、菲菲、李娜，一二三，多爽啊！这
谢谢。亲爱的们，现在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是教堂里面闻名世界的哭泣柱，他只需把大拇指放在洞里，其余手指这么转一圈，心里想着你想要祝福的人，就能够祈求健康平安。哎，转，哦，转转转，这是一整圈。杜江，你有什么愿啊？我帮你心想事成。嗯，嗯。哎呦，这个 wink。我希望世界和平。世界和平。绝对360度。一二个走。什么愿啊？身体健康，不要生病。好。多笑。坐坐坐坐坐坐。对呀，你俩说啥子？我们说你很帅，从来就没有见过那么帅的小伙子，人又好，情商又高，客气客气，英文又好，英文。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My teacher, every morning must eat noodle. No, Italian noodle. 意大利 noodle。我不戴个墨镜，我没办法跟你们就搭戏，感觉跟你们搭不上。大来你看，看忍者神龟的，不要侮辱了忍者神龟。我不要侮辱了忍者。你们的嘴真的好毒哦。哎。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伯爵旅拍。这有好多和平哥，帮我拍一个千花。哎呦，真好看！这个我应该拍这样照片。哇哦！哎，鸽子，鸽子，鸽子，我就在跟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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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正指的我们两个是不喜欢照相的，我不喜欢照相，那麻烦。哎，我跟他们主要受不了这种。女人太喜欢照相购物了，可能我只是半个女人吧。找个咖啡厅坐一下，这必须感受一下这块。感受一下。哎，这只狗睡了吗？睡了。那狗睡得好香呀。对啊。So cute。哎，巴适得很，就是有点塞。其实我阴凉点挺舒服的。对，就是找一凳子一坐。哎，今晚有没有去过美国？神经，神经。娜娜，我们可以喝点咖啡吗？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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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咖啡馆，好古旧啊。哦，好有 feel。坐这儿吧。你就坐这边，让大勋坐那。坐在里面，感觉穿越了时代。那个一菲在哪儿去了？一菲哪儿去了呀？一菲。This is Poppy. Poppy. 那这个糖果很有名，他从来都不吃糖果的。Poppy, Poppy, Poppy.里面是跳跳糖，跳跳糖，我要蹦起来了！大
好像进到了土耳其以后就一直是这样了。好蹦啊，里面是跳跳糖，然后外面是巧克力。哇，嗯，意思那个 give me 1, 2, 3, 5 I have 5 friends in her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 give my friend tast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Go go. Bye. 直接送的。土耳其的人就挺热情。我混了点好玩意儿。去哪了？我给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嗯，这个跳跳糖里面是跳跳糖，我每次吃跳跳糖身体就上面啪啪啪啪噔噔噔炸了。我觉得我今天我这两天我才开始感觉到你快乐，你知道吗？是吗？我自己感觉不到。刚才拿了一个那个巧克力罐跟嗨了一下，真的，你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吗？菲菲是舞台剧的演员，然后那种舞台剧的精神就娜娜。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你不知道了啊，这里面有5个。我们一人一个，你猜你们是什么？以后啊，菲姐收尾。对的，怎么可能让她先说？我要冰的，不只是不冰，而是要我。你见过这种烫的？你刚才说给我老公看，他开心的要死。香哥给你做的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呢？问这个问题，突然袭击。陪着我呀。如果一个男人什么都不要了，只是陪着你而已，陪着一个女人而已，他所承受的压力，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对，他们听的话或者是外面的评语，对，就是不好的话，他也不会说告诉我说啊，别人说他什么，他肯定不会告诉我。他是一直跟我说，你不要去看任何关于你的报道。对，但我相信他，其实他有时候他会去看。所以那天为什么我要想要去学做菜，说老实话，就回想起来，我觉得江山为我做的事情远远多于我为他做的事情。这我听完我都有点感动了。那你老公给你做的最感动的事情？因为我有些事情嘛，然后呢，我被网络上的一些人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批评。其实我那边很难过，然后呢，我老公，对，我知道了，嗯，好。他晚上我睡觉，他不睡，然后每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评论会私信，对，私信，哇。然后那个是需要很长时间，他一直用中文写了很大一篇的那个，没，然后复制粘贴我发。我说你在干嘛啦？他说我觉得我不是要别人去不骂，而是怎么样，只是我想他们公平一点看事情这样子。然后每一个中文，我这从来没有不知道他，哇，你文笔那么好，原来。然后都是他每一个这样子写，我就觉得，哎，很开心啊，你了解我了，就是陪伴，都是一种陪伴，就是可以陪伴，不只是好时光，而是在低落的时候，你都可以让我都不敢犹豫了，我说，哎，没事了，好好的，我们去 rehearsal 了，就是这样。
其实看到说伴侣不好的话，自己会比伴侣难受100倍。就先从丁真开始吧，因为刚才提到了说你会给粉丝私信来一一解释。之前发生一次事情是有人是恶意去做了很多东西，我不想因为这些不真实的误会令到一些本来喜欢千画的人误会了。有一天晚上他在旁边，他说都不开心，我说你先睡觉了，然后就每一个私信那些粉丝，然后跟他讲，然后他每一个我都起码聊到30到45分钟。我从晚上聊到早上，我讲了他们都会知道，因为我也不想喜欢千花的人不开心。对，其实说到恶评这个东西，老实说还是心态比较重要，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想法。对，我们能够用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事情，也许事情就能往积极的方向去，对吧？我想到那会儿刚刚生完宝宝，宝宝是放到就是你的床旁边，你就要随时看到的。突然那天早上，那个护士就说要带到旁边屋里去洗一下，洗澡澡。然后那是第一次，我觉得宝宝要离开我一下，我完全受不了。哎，你生孩子的时候杰哥是什么表现啊？但是他就说他会在外面的一个那个窗子，我可以就是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会在那儿。描述特别逗，我是听说的，因为我进去了他在外面，然后我出来，我妈跟我说，我们都还没怎么着，就在等消息呢嘛，结果林耀素在那儿抱着那个医生在那儿哭得不得了，然后说孩子已经拿出来了，你可以进来，你要不要捡脐带，你进来就让他进去了，然后就看了我一眼又开始哭。山哥第一眼看到孩子什么表情？他是陪产的。那他在旁边给你加油吗？哇，我觉得他真的心大，就是当时可以选吗？无痛还是怎么样？他不用打麻药，他自己可以生的。我是教练，我说了算。就开玩笑的嘛。但是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我从在国内开始产检的时候，他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Discovery 频道，就是他会讲，孩子是怎么成长的，然后生育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就一直在看。我生老大的时候没有坐月子，因为我知道我会生老二嘛，我就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就整个那一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一次是我换的尿不湿，整个一个月是他换的，我们也没有请阿姨、月嫂，什么都没有请。哇，挺感动的，那些事，好害怕。其实生孩子真的，因为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其实身体也不太很好，我是有已经里面身体里面有些怎么说那个子宫肌瘤，肌瘤，对。后来发现怀孕了，这很着急。
你们在这聊生孩子呢。老婆怀孕的时候，老公其实要跟老婆一起去学那个护理知识的。对啊，那你们教我护理知识啊，别教我这种听完之后挺害怕的，一个事儿一个事儿害怕。哪个事儿害怕？正常的事儿。这不是害怕，这不是害怕，这是这常事儿啊。这是想让你对你老婆好一点。一般哪一个老公能接受集体的老婆这种教育？没有任何一个男的哈有这种荣幸，我都替你以后的老婆感到开心。谢谢你。走了走了走了，走，走吧。Thank you. Thank you. 现在干嘛去啊？逛一逛，就准备游船去。你生孩子的时候是顺产开刀的？我那会儿，妈呀，我刚都不敢讲。咋的呢？我大出血。第四天给我晚上夜里12点下来病重通知书，我心。哎呦，说到这个生孩子啊，大出血真的是好吓人。对，那个时候我在产房里，嗯，其实本来是一个非常顺利的剖腹产，嗯，但是在后续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忽然就感觉整个手术室里的气氛不太对，只听见主刀大夫说了一句，让他睡觉。很快思燕就睡着，然后后续处理了非常长的时间，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血，可能止血纱布最后他们在清点的时候大概有30多块铺满了手术室的地面。哦，情况是非常吓人的，但我也告诉我自己，就是这个时候我不能乱，我也不能慌，太太已经是非常被动的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了，这时候我如果慌的话，我只会给医生添麻烦。
相信医生，后来就也处理好了，也治好血了。但是问题其实发生在第二天，他因为出血太多，导致于血色素特别特别的低，其实远远的已经超过了应该输血的指标。嗯，但是思燕坚持不输血。嗯，他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母乳了，其实医生已经明确地告诉他，输血不会影响你的母乳，但是你爱你是一个母亲，我懂你明白的，你很不希望在自己和孩子有这样一种连接的时候，身体里进入别人的血液，你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或担心，但最终医生觉得不行了，你必须要输血，所以才出现了刚才燕燕和他们讲的要签一大堆东西的那个，那都是一些输血的风险啊，写的也是最坏的情况。所以我说这个世界上人分三种，就是男人、女人和母亲。我觉得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的时候，她就变得不再是女人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坚强。她表面是啊，大家都说要小公主啊、小可爱啊，爱买衣服、爱花钱、娇滴滴，但她其实是一个内心特别强大的、有力量的女人。问一下其他几位老公，老婆生产的时候，老公都什么心情？从凌潇肃开始说起吧，也哭的。我老婆呢是一个特别大大咧咧的，她一发动之后呢，到了病房，才开了不到两指，她就着急忙慌的说：“疼疼疼，快快快，把我推进去，赶紧给我剖了。”我们稀里糊涂的，这都在门口等着，一会儿出来，好像是两个护士吧，给我拿了一摞，好几张吧，好像。我一看就基本就是生死状。我这人又浮想联翩，又属于那种想象力比较丰富那种，把签那个单子上的那些情况都想了一遍。对，就是各种最不好的那种结局，我就一下个 get 到了，你知道吗？就内心就吧唧就 get 到了， get 到之后我就忍不住了，就觉得要失去他，如果他这个一会儿出不来的话，就把这个事儿想当真了，啊，信念感太强了，就忍不住了，然后就抱着院长，对，真的嗷嗷哭了，对。丁生呢，说一下签话，刚才说到拨开，然后才能找到孩子。其实他之前当发现我们有了孩 Taurus 的时候，两三个月。因为是我们不知道是怀孕了嘛、啊、是很突然发生的、就不是计划中，没有计划中。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筹备了下个月就是有一个小型的演唱会要开、然后医生说他体质太弱，还有他那个肌瘤就是开始有些变化，叫他要睡在床上平躺，就是从那天开始在家里不能出去，到了八个月的时候就稳定下来，就是八个月才稳定下来。天哪！对对，然后他都很健康啊，出生的时候。但在那个生的过程当中，你会有担心吗？这个是会担心，因为他本来身体不舒服嘛。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太太的身上。真的。孩子还小，真的什么也不知道。还有专业的医护人员一定会护他周全，但是作为一个太太，这个时候反而是最敏感和脆弱的时候。真的是，因为女人怀孕生孩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她最软弱，而且是生理上的软弱，是没有办法说靠坚强一点来能够解决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先生能够给予关怀支持，然后精神上的鼓励，甚至是哭一场，其实都能够让太太得到很多心理的安慰。
那我觉得其实还应该告诉更多准备当妈妈的女生，不要因为我们刚才的经验而过于的害怕，相信我们中国的医疗的大夫，所以开心的做母亲，而且在收获宝宝之后，所有的痛苦一下子就会烟消云散。这期节目大家也听了各位的夫妻故事，也收获了很多的感动。对，接下来的旅行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本节目由妻子们都爱逛的唯品会冠名播出，唯品会都是好牌子，天天有三折。谢谢守护节目的朋友们，也谢谢四位老公。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季，还有更多精彩幕后呢，就在每周四中午12点会员版，我们不见不散，再见。那我玩真的了。哎呀，炫球，人阴的哈。笑。告辞。对不起，我们也有自己的事情。真的是有很多事情是很难受的，是很，但是你必须要面对。那你说你还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就是要勇敢的去面对。但是真的你不要孩子也要勇敢的面对。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可能我会更勇敢一点。那有一年的春节，去他们老家过年，就从大年三十吧，到初三，我就没有醒过。燕燕这么喝酒，我和她吵架，以后不要再出去丢人了。正式的见家长，比如说他说，他没有说，从来没有，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介绍啊。很惊奇吗？我就不想提这些。我就愿意给你去管我，但是不代表你管我的我所有都喜欢。他不同意我的做法的时候，我会有点生气。小楚就像一个乌龟一样，嗖的一下就缩到壳子里了。这是真实的，说了也没用啊。多久呢？我说他是不会过。
我记得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他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去，就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地迎着风，带着不畏洗礼的执着。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亲吻这一秒让我的心乱。所以的家也必须完美的地方。感谢合作伙伴抖音短视频 APP， 上微博搜索妻子的浪漫旅行话题词，以及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特别合作中华万年历闪萌、有道云笔记、引力资讯、鱼丸。感谢网媒支持凤凰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香网、红网、大众网。